苏慈月，你偷走了我18年的人生，现在竟然想让我替你嫁给那个荣城又老又丑的秦三爷，做梦！妹妹，我们背包错也不是我的原因，秦苏两家的婚约更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定下了，他们要娶的是苏家大小姐。你的意思是我们苏家？我不敢。苏慈月，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 虽说那个秦三爷5年前烧伤毁容，性格有些扭曲，接连玩死了2任老婆，还带着2个拖油瓶。可是他毕竟是荣城首富，凭你这张狐妹子脸，替我嫁给秦三爷，说不定还能享受一段时间呢。就是你一个身过野顶的贱人，能嫁给秦家，真是烧了更香的福气。行了，你不就是没捞着好处吗？ 我们好歹母女一场，别说我们苏家亏待了你，这些钱就当是你的嫁妆。还有这，你白白养了你24年，拿着钱嫁给秦家，你一笔勾销，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你们该给我的，不止这些。完了，秦家的彩礼。苏西，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不要狮子大开口。 把我的项链还给我，我就嫁。我就是一个破项链，石溪，拿走。怎么样，搞定了没有？老公，你放心，默默的一个玉佩项链就把苏慈月打发走了。 你们说那个苏慈月是不是傻呀？早知道他这么好打发，我就不藏着掖着了。亏我还大费力气把秦家送来的1000亿房产证，还有金镯子，全都藏在我的床铺底下。肯定没我女儿聪明呀！去看。啊！苏慈月！哎呀！ 我早就想离开苏家了，该给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给你们留。谢谢啦，拜拜。喂，思月，今天片场群演要的多，你要不要来剧组啊？ 有个演员导演点名要找你，不去了，我今天结婚。啥？你真要嫁给秦三爷？当年的事儿，你放下了？王经理，王经理，快快快快！这么大的火灾，为什么别的孩子都还好好的，就我的孩子不见了？今天苏小姐。 院里里外外都看见，就刚刚孩子们可能已经对不起苏小姐，医院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说法的。不可能！我要见苏小姐的时候，孩子肯定还活着。啊！大宝身上有我给他们的另一半孕肺，我求求你们，你们人来过。 你们让人拿去运费，把我扔到孩子好不好？我的孩子才能活，但我离不开我的，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丢了，省得留给我们苏家不孝。妈，妈，放下，也不可能放下，所以我更要成为秦太太。 用秦家的势力，早日找到我的孩子。那是三爷吗？不是说三爷是个老男人吗？苏小姐，
三爷已经在房间等您了。那是三爷吗？不是，那是照顾我小少爷的司机。原来是我认错人了。啊，请。谢谢。三爷，三爷，你回来吗？山，三弟，我和弟弟又长好一个。我和弟弟又吓跑一个。请问韩先生，你的第三任未婚妻也不怎么样了？都是苏家，明天退婚。三爷，自从两个小少爷联合将人相貌丑陋、性格暴虐、玩死两任老婆的消息传出去之后，苏小姐是唯一一个愿意嫁到咱们陈家的，而且老爷子出国休假之前特意留下了一段话。小王八犊子，你敢把我孙媳妇给我气跑了，我回来以后打断你的狗腿，把你绑去，我收人女婿入赘。抱歉三爷，我娶妻是为了新城的心意，他连新城的心愿小测试都通过不了，不会陷入我们亲戚。三爷，这是简单的小测试吗？你要不你再考虑考虑。管家爷爷，你就别为难呆弟了，呆弟只喜欢妈咪，不喜欢别的女人。是，你当年查到了女儿的下落，你就去了医院，头家先一步收了医院，你差点丧命才救下了小少爷们。那个女人和小小姐至今下落不明，你再喜欢她，你也不会朝前看呢。救命！抓住点吧，这就是你的下落。要不是我不小心把灯打，差点被你耍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哎！就算你通过测试了，我和星辰也不可能接受陌生女人做我们的妈咪。我们的妈咪只有一个。知道了，不过你能不能先把面具摘下来再说吧？啊！好啦，那开始吧。大弟，这个女人是不是想用一顿饭讨好弟弟？想多了吧。星云可是吃了毒的。秋实，有点意思。不过这个女人怎么有点莫名熟悉感？可是，是妈妈的感觉。秦三爷样貌不佳，生的小孩倒挺可爱的。你们肯定长得很像妈妈吧？他才不成！你这头套不就是根据三爷的脸定制的吗？还不成？不吓人。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应该也这么大。我才不吃！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
一起联手赶走想当我们妈咪的坏女人，你怎么这么快就叛变了？可是她做饭好吃，像梦里的妈咪。那她也不是我们的亲生妈咪。可爹地说我们亲生妈咪和妹妹都被火烧死了，只留给了我们一块玉佩。妈咪才没死，她肯定在火中，等我们找她。哦。把盘子送上去，还有油不许再欺负他啊！他我叫哦，宝宝，妈妈已经嫁进秦家了，你们保佑妈妈在秦家顺顺利利，早日借秦家的力找到你。感觉确实和那些靠近呆地的坏女人不一样，饭做的也好，嗯。再好也不是亲妈咪。星云，没事吧？摔疼没有？对不起。没关系，人没事就好。没翅膀，走，吃吧。小星云，你觉不觉得你的胃口有点大？他没见过弟弟的样子，把我们认错了。刚好借这个机会再观察观察他。这家伙很能吃的，以后给我做好吃的要两份哟，两份一模一样的哟。哦，好。星辰，到。你的嘴被封印了，快跑！暂时通过吧，我其实不喜欢他，但是他做饭太好吃了，为了我的胃，我决定妥协一次。安排一下，明天领证。是，我家少爷终于娶媳妇儿。宝宝，当年妈妈要是冲进火场，是不是你们就不会丢了？你们到底在哪儿啊？妈妈好想你。你是谁？在说什么？我在说梦里有大帅哥。嘿，你喝了多少？你谁喝酒了？就是我老公跟你一样睡觉。我竟然不排斥和他的接触，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那么的熟悉啊？起来。哎呀，你粘住我了。妈，你看把我粘住了吧。你起来，站起来。
帅哥是你的命，让你吃醋。这可是你自找的。我居然梦到秦辉也和大帅哥共度良宵，送了秦三爷一片清新草原。昨天晚上喝完酒让我陪你睡觉，今天就不认识。不是吧，这不是吧。他能自由出入秦家，可秦家又没有男佣人，难道他是？那是三爷吗？那是照顾小少爷的司机。司机，我的天哪，秦文爷，我睡了我老公的司机，这怎么还靠以秦家的势力找到宝宝们啊？秦三爷不能告诉我。以后不要喝这么多酒了，这张卡是对你昨天晚上的补偿。你觉得这事情能解决的？以后我会多抽时间出来陪你。你还来？我去！你选我？什么？你要离婚？你下小声点。你昨天不是说结了婚让秦家帮忙找孩子？怎么今天就要离婚啊？难不成秦三爷他真是变态？他是不是打你了？没有，离婚是我自己。什么？你是不要命啊？秦三爷是龙城出了名的胡言妄，敢对他有二心的人，这些年死的死，残的残，没一个好下场，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啊，欣欣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呀？宝宝们还没找到，但是秦三爷要是知道了，我就死定了。哟，刚结婚第一天就受不了了。六年前你就喜欢在外面和野男人鬼混，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干净。秦三爷怎么没把你打死？苏伯伯，你怎么在这儿？你听得懂人话吗？张口就乱咬人。我不跟你这种将死之人一般见识。婉晴姐，我就跟你说吧，我们不要来跟这种人打招呼。你可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她就是个跑龙套的，我们早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秦月，我没有想到六年前的事对你的打击那么大，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钱嫁给那个又老又丑还玩死了前两任老婆的秦三爷。我心恶心。哎，苏思月，什么态度？我可告诉你，下个月是本年度的金牛奖颁奖典礼，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婉晴姐是本年度的最佳女演员。如果你现在趁早服软，说不定我们婉晴姐可以考虑考虑把你从那个恶魔身边拯救出来。哎呦喂，我这个暴脾气，当初要不向婉晴陷害慈月，夺走慈月的资源，害得她被人毁了清白，今天的以后就是慈月在低头服软。看我处女的大嘴巴。我欣欣，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人放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见过我老公吗？没见过，还一口一个我老公是丑八怪。我告诉你们，我老公帅气又多金，我儿子们可爱又听话。哦，还有这个，这是我老公在新婚之夜送我的新婚礼物，嘿，价值千万。
我家庭幸福美满，用得着你解救？谢谢你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了我。好意思啦，我也不知道这卡里有多少钱，江湖救急，见谅见谅。切，我让你走了吗？谁呀你？放过我！这部戏秦氏集团是最大的投资者，我代表秦氏集团参加开机仪式。怪不得要离婚，原来是背着三爷在秦氏集团找了小白脸的。心月，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堕落成这样子。你要离婚？你长得人模狗样，眼睛是瞎了，能看上苏思月这种垃圾货？你狗眼看人低。苏木美听清楚了，他才不是你小白脸，他就是思月的老公。想想孩子们，反正苏木也不认识三爷，先把他们吓唬的最好。对，他就是我老公秦三爷。我劝你们赶快走，要是待会儿得罪了秦家，我可帮不了你们。不可能，虽然我没有见过秦三爷的真容，但是我知道秦三爷每次出席宴会都会戴着半张面具，为的就是遮住他脸上的疤。他长这个样，绝对不可能是秦三爷。你相貌挺好，我劝你离苏慈月这种人远一点，免得惹上红宗帝。如果你愿意的，苏慈月给你多少，李小姐给你三倍。就凭你，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苏氏为你今天受的不值的感情？你一个小白脸，哪来那么大口气？你信不信我现在给三爷打电话，把你跟苏思月的丑事告诉他，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死姑娘，我赶紧走！要是没人发现我的关系，如果被秦三爷知道，我恐怕这辈子都无缘见宝宝们了。你怎么把别人知道我跟你关系？这么丢人的关系，我好意思说出口吗？嫌我丢人，所以你真的要离婚？疼了，你俩死定！三爷，就是一个破秘书，你也配让我预约？赶紧给我你们秦三爷的联系方式。喂，喂，原来是场误会。可他若真是三爷，我就不用离婚，宝宝的事也有着落了。社会给苏家的资金取消与苏氏的合作。苏思月，你找来的演员怎么跟你一样傻呀？你以为打电话就能撤资？你以为你是秦三爷呀？知不知道自看什么？我还被人揭穿了。我还被揭穿？完了，要是被三爷知道他老婆的情人冒充他骗人，他怕是连骨灰都给我扬了。说不下去了吧？如果你要是秦三爷，我苏墨会。默默，秦氏突然撤资，苏氏濒临破产的姿势。什么？奇怪，妈，这是三爷撤资的吗？三爷不是，是秦家的表少爷秦南生亲自打电话通知的苏氏。你是表少爷，你不是？我只是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南生。就你会告状是吧？苏思月，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六年前，你跟男人鬼混，生下野种，全部被打掉烧死。现在还勾引秦三爷的侄子，要是让秦三爷知道，绝对会杀了。我现在就去秦氏集团找三爷。六年前，他是
眼下全完了。不行，我还要找我的孩子们，不能落在三爷手里，我得赶快离开秦家。我没有问你具体发生什么事情。跟你们关！你狗男人，你一个司机就想抓住我的把柄。我会马上离婚离开秦家，快走吧。你到底对我哪里不满？你昨天对我干出这种事情，你心里没点数吗？你都结婚了还接受不了这种事吗？你的意思是只要结婚了就可以？是。他居然是找结过婚的女人。这个死变态，我就算结婚又不是跟你说感情了。再说了，人苏默默说了，我6年前心里就有别人了，你死了这条心吧，别再缠着我，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金钱，我们走。你帮我查一下，苏思玉跟你已经发生什么事情？夫人，您和三爷的结婚证办好了，恭喜您，秦夫人，您找了一位很帅的老公。很帅的老公？难道？算了，三爷长什么样不重要，宝贝们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吧。谢谢啊。回秦家用了10来分钟，我5分钟收拾好东西，1分钟签完离婚协议。来得及。去年大叔不好了，首富要跟呆弟离婚，一定是呆弟欺负小苏了。完了完了，我们又变成没妈咪爱的苦孩子了。老弟，要不我们做和事佬，让呆弟和小苏谈恋爱，呆弟最听我们的话了，一定能留住小苏，不留住妈咪。有道理，当一个男人变成恋爱脑，他就会化身粘人心，更何况呆弟还这么帅气多金，一定能俘获妈咪的。就这么定，乌龟点多，你先计划一下如何让呆弟爱上妈咪。我先出去看看。还挺舍不得他们。既然舍不得，就不要走啦。妈咪，你要跟爹地离婚？心雨，你刚刚叫我什么？妈咪，你有梦里妈咪的感觉。臭爹地，竟敢惹我的人不开心！妈咪，别惹，你撑腰。为什么你想要离开他们？我的心就控制不住的呢。可妈咪，对不起，心，我必须要去找我自己的孩子。我玉佩呢？玉佩去哪儿了？这可是我跟宝宝相认的唯一凭证。玉佩？什么玉佩？就是一个。笑，并非早上说这么多的，一个普通项链而已。哦。一定是那晚落在客厅了，果然碰上他就没好事。妈咪，我帮你找。三爷，你回来了。完了完了，三爷回来了，我得做很重要的事情，赶紧找个叶佩跑路去。是哪儿？夫人，夫人拿结婚证戴在头上，连面对呆弟都不愿意，我得帮帮他。呆，季云，我玉佩丢了，快帮我找找。原来妈咪不是躲着呆弟啊。好，我帮你找找。妈咪，我找到了哥哥的玉佩。你是说这是星辰的玉佩？
谁给星辰的玉佩？是不是你们的妈咪？他提到我们亲生妈咪，怎么这么激动？难道他离开就是因为黛姬心里还有亲生妈咪？快说，是你们的妈咪对吧？不是，是黛姬去灵医庙里求的，而且我好像看错了，哥哥的玉佩上没有字。灵医庙里普通的玉佩确实没有字，只有个人供奉香才可以定制专属的玉佩。这些年遇到太多一样的玉佩，只是都没有苏子。也对，秦三爷的孩子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哥哥的玉佩上原本好像是有字的，只是被火烧后分辨不出来了而已。算了，先把人留下来让你，还是不要告诉他了。时间不早，这是苏思月，人呢？我这就去找他。我脸还在瞅我，哎呀，完了完了！老天爷肯定不会放过我了，怎么办呀？妈咪，你为什么那么怕呆弟？他不丑，不吓人。我。心雨，你在干什么？我在这看书呢。呆弟，我有事情跟你说，跟我来。吓死我了！事不宜迟，我得赶快收拾东西。呆弟，天了吧！心破十次，第一条不准欺负老婆，老婆永远是对的。第二条，老婆错了请站正。第一条，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一个月内让苏子月小姐爱上你。她不喜欢我，她想跟我离婚。一个月内，我只能让她不反感。呆弟不反感就是爱上你的前提呀、啊，呆弟加油！做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狗，老树也该开花了，还有小孩子知道。不是，我不开花的话，你看你哥哥是怎么来的？那你开的灿烂点啊，留住妈咪，让她爱上你。对，主动点。老板一张脸不讨喜。应该跟短剧男女学一学。先降再降，明白了吗？你们这么喜欢他吗？嗯，他叫妈咪。他和妈咪的妈咪长得一样，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和他长得很像吗？六年前，你跟男人鬼混，生下野种全部被大火烧死。像，确实像。有让我查的事情没吗？苏慈月六年前确实生过孩子。已经向医院证实了，不过苏子月生产的日子和六年前找的那个女人是同一天，但可疑的是根本就查不到苏子月另一家男人到底是谁。他的孩子出事之后，医院马上就辞退了所有经手的医生还有护士，连一份档案。继续给我查清楚，不惜一切代价要查到真相。宅急，拜托拜托，我帮你问一下。加油！主动出击呀，丁先生。怎么又来了？他胡子，快点来！
方橙色，派他来。苏子月，你干什么？你好意思问我干什么？你一个司机，缠着东家夫人不放，我没让你断绝孙已经很不错了。司机，我啊？行了，少废话，快出去吧。要是被三爷知道，我们都不会放下。原来他把我认成司机了，那他一定是因为我。你就这么害怕三爷，是因为怕他再向你偷呢？谁说我怕三爷了？他又老又丑还变态，举报我是他的福气。我离婚是因为别人。狗男人，要是让你知道我就是害怕三爷，岂不是任你拿捏了？别人。苏思雨，是不是我太纵容你，才能这么肆无忌惮？不是，我说我跟我老公，又没说你跟你老婆，反应这么大干嘛？你想骂我老婆？来，骂去听听。什么？你有老婆了还骚扰我？哦，三爷前两任妻子不会都是因为你才没落得好下场？你这么爱玩，三爷知道了，你对得起你老婆吗？你怎么不问一下我老婆是谁？这门头音怎么这么好，一点声音都听不见？都这么久了，不知道戴迪留住妈咪没？靠，戴迪靠不住，小爷我亲自出马。这个家没有我都得散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老婆是谁？你老婆是谁关我什么事啊？混蛋放开我！你这是我妈咪戴迪，我们进来啦。不警告你啊，不许说话。我星辰之力发现你在这，我就死定了。我他对星辰和星宇倒是真心。丹丽呢？妈咪，你还是要走吗？对不起啊，星宇，我必须要离开。妈咪，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和弟弟吗？怎么可能嘛！你们两个这么可爱，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那你不喜欢丹丽，你心里有别人？我。对，我是因为心里有别人才要离开的。啊？那我们认识他吗？不认识，那男人早死了，反正他早都三十了。原来他是为了男人才离婚。丹迪，你们丹迪不在这儿，你们错了。那丹迪的领带为什么会在？什么？什么？这男的也都差不多，你是不是看错了？长那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起来？寒冬呢？笨蛋！妈咪，我乐意为你们留下来，但是想你决定。我们是中意的决定。我去看看自己。啊？能做你们的妈咪，我真的很开心。可是为什么，我一想到要离开你们，我的心就莫名的疼呢？都怪那个大混蛋！你竟然为了其他男人闹离婚？对，一个狗男人，大渣男。既然你有喜欢的人，为什么答应婚事嫁进秦家？我又不是跟你离婚，你急什么呀？再说了，你以为我很想嫁吗？是秦家，一定要跟苏家联姻。所以你从来都不是自愿留下来的。
包括对倾城和心雨的好也是装的。你这种女人，连孩子感情都骗，你根本不配。是，就你清高，我这样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出现在秦家。不好意思，脏了你的眼睛。麻烦你把离婚协议转交给三爷。你，亏我之前觉得她很像那样的女人，星辰和星的亲生母亲，绝不可能是她这种人。等等，你真是。等等，请你向你师父。银行卡是吧？什么？还给你。给你钱。王楠。苏子月，离婚。代替失败了。哼，猪代替，我要妈咪，妈咪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去哪儿？秦星辰，你再敢带弟弟胡闹的话，你信不信我不要？叔叔，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再会。臭呆鸡，放开我，我要妈咪。妈咪别走。闭嘴，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她不配做你的妈咪。三爷，你这是带他们回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能让他们出房间，绝不能让他见苏思远。夫人，求了。我不要，放开我，就是因为你这么凶把妈咪吓跑的，我要妈咪。苏子月才跟他们相处几天，他们就这么想他了，真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哎呀，造孽呀！三爷，你慢点，小心小少爷。哟，三爷，小少爷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您和夫人之间真没有什么误会吗？要不咱把夫人接回来。他们自己饿了会吃，我就不信他在他们心中这么重。不好了不好了，小少爷留下纸条离家出走了。弟弟还想关注小爷我一个天才黑客。小小的安保系统轻松拿捏。哥哥，你查到妈咪在哪儿了没？找到了，妈咪现在就在远水餐厅。苏子月，你试用期过了，薪资日结，一天一百，月休四天。谢谢经理。把这瓶酒送去四号包厢，以后前五号包厢都归你服务了。好。王总，麻烦您再看看合同，只要你给我们苏家一个机会，我们苏家一定会让您满意的。王总，您要是再不救苏家，苏家就真完了。哎，王总，您卖我一个面子。相当明星，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今天压根就不会来。你看，那是策划书吗？小叔念标不对也就算了，连项目都不是王氏的。哼，苏氏这对老婆说明王氏料小，供不起。告辞。苏家真的要破产了？对呀，苏默默要是去找三爷告状，三爷应该奖赏他才对。这个贱人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苏默默，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倒要问问你干了什么，让三爷处处封杀苏家，害得苏家一夜之间濒临破产。我，你在这当服务员？哦，我知道了，默默，一定是他勾引小白脸，惹三爷生气，
所以三爷才迁怒于他。难道那天苏嬷嬷没去找三爷？大家快来看，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娘家养她二十多年，供她吃喝，让她有机会嫁到秦家，可她倒好，拿着夫家的钱在外面包养小白脸儿，置娘家人于不顾。可惜呀、啊，苏四月，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苏嬷嬷，你不要血口喷人，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敢说？你不是惹怒了三爷，被秦家赶出来？你敢说你被赶出来和那个野男人无关？我话说了，现在苏家有难，需要资金周转20亿，这笔钱你来出。20个亿，我哪有这么多钱？苏四月，你装什么装？秦家的彩礼可是价值连城，而且三爷给你的那张黑卡。可是张至尊黑卡，无限额度。思远，要不是因为你，苏家也不会破产。好歹苏家养你这么多年，你不会进行住吗？我跟秦三爷已经离婚了，秦家我一分钱都没有。再说，我为什么要赌钱？我跟苏家早就没有问题，当初可是你们主动跟我共事。苏子远，你收拾苏家，苏家的鬼，这辈子只能被我踩在脚下，所有好东西。聪明没错，婉晴姐，你帮我拉住他，我倒要看看他身上藏了些什么东西。默默，你别这样，放我！如果我对你们不客气，妈咪，你们不许欺负我妈咪！你们不许欺负我妈咪！思辰，思月，哪儿跑来的野孩子，竟然敢咬我，在找呢！来，你起来，没事吧？啊，妈咪，我没事。妈咪，有我们在，谁也别想欺负你。哎，四月，他们跟你长得好像呀，该不会就是你当年收留的吧？哼，瞧你个苏四月，在外面不知检点，包养小白脸不说，还拿着秦家的钱，养着两个连爸爸都不知道是谁的野孩子，怪不得三爷要把你赶出去。大婶，你知不知道乱嚼舌根，舌头会变长哦？对，我和弟弟才不是没有待遇的野孩子，我待遇超有钱，说出来吓死你。嗯，大婶，我真是什么鸡下什么蛋，当妈的不知检点，连两个小子都是满嘴鬼话。滚开，思辰，别在这碍事儿。怎么了？这疼没有？苏子月，我劝你识相点，乖乖的，赶紧把钱拿出来。哥哥，你的手肿啊。子月，你这点小伤也行。本来我今天不想闹得太难看，但是你们造我谣就算了，还欺负我的孩子。两个野种而已，我推就推了。就算是我今天把他俩打死，也是你没有能力保护好他们。星辰，星云，把眼睛捂起来。妈咪让我们松开，再松开。你要干什么？我走，你有办法。
男人。你们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孩子，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听着，秦三爷，我要让他弄死你！你们敢欺负三爷的孩子，最好铁打有力，让他弄死。什么？依然星云，我们走。我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三爷呢？坏爹地把我们关起来，还不让管家爷爷给我们饭吃，所以我们就离家出走了。听说小孩子流落街头会被拐走，我知道你会收留我们的，对不对？你们是离家出走了，那三爷会不会觉得是我把你们拐走了，追过来，然后……是你妈咪最好了，妈咪。小叔，小婶婶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不堪，星辰和星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危险了。你们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孩子，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你！这，小叔，这有危险的是别人吧？你确定他对孩子不是真心的吗？我觉得今天餐厅的监控坏了。监控这不好，这……啊，对，今天餐厅的监控坏了，没人看见小婶婶把人打了，对吧？哎，是。是监控坏了，监控坏了啊！哎，小叔，你是不是和小婶婶有什么误会啊？感觉她不是那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啊。该不会是你欺负人家，所以她才要跟你离婚的吧？有鬼的女人。新婚夜，意外和另外一个男生发生关系，他会有什么样的决定？离婚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太对不起他老公了吧？等等，小婶婶不会是把你认成别的男人了吧？那你赶紧跟他解释清楚，他要是知道你就是秦三爷的话，肯定不会跟你离婚的啊！我的吧，你多大？难道想过你的小猫咪被你一口吃掉，然后再发一个咪咪的表情包？我可是很懂大人的，只要爹地和妈咪爱上对方，他们永远不会分开啦。是爹地打来的，要是被爹地发现，我们就完蛋了。什么完蛋了？快来吃饭吧。妈咪，爹地要和你视频。三爷，算了，咱是接吧，替星辰星云报个平安。啊？怎么关机了？没电了吗？算了，我还是找机会偷偷把星辰星云送回秦家吧。他不接我电话，生气了。对了，如果女孩子生气的话，一般要怎么样哄女孩子？问我吗？那你算是问对人了。啊，女生最喜欢的三种道歉方式，第一种。跪键盘，跪榴莲。第二种，写一万字检讨书。第三种，浮夸。真的吗？去找最近的最好的人，给我盯上那家最贵的车。得嘞，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在这生病了？看来男生是活该。大姐，妈咪在洗澡，你是来接妈咪回家的吗？可叔，医院六年前的档案记录我们找回来了，不过文件损坏严重，目前技术人员修复不了，需要您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回去公司。爹爹有事想回去公司，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妈咪，好不好？你是不是知道妈咪的好了？你想跟妈咪道歉了？我懂，我和哥哥会在妈咪面前多说好话的，争取让妈咪早日原谅大姐，跟我们一起回家。好，那就靠你了。嗯，我先走了。大姐终于开窍了，我们是我妈咪的孩子喽。可是我好像听到大姐在剧团亲生妈咪，我们的亲生妈咪已经不在了。要是妈咪是我们的亲生妈咪就好了。我有主意啦！原来大姐也不知道亲生妈咪是谁。反正亲生妈咪已经去世了，那我们就要妈咪做我们的亲生妈咪。嗯，把妈咪变成亲妈咪，大姐一定不会再跟妈咪分开了。搞定，只要大姐打开文档，一定能看到妈咪的信息，等妈咪见到大姐。宝宝们，快来洗澡啦！来啦！要是妈咪看见这个雨片，一定会吃醋的。我还是藏起来吧。我记得当年医院的护士说过，在那天出生的孩子里，是有星云和星辰，而那个孩子是O型血。没错，就是他。187，这个号码怎么这么熟悉啊？去联系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是他的话，带他过来见。哦，好，我马上派人去办。就说，如果那个女人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你会喜欢婶婶？当我没说话。你会是他？孩子父亲想见我。他是谁？他是不是知道孩子的下落？我只是按吩咐了一下，下午深夜就给你99号房间，等他到了，本人知道真相。好，我一定准时赴约。宝宝们，妈妈终于要见到你们了。金晨、星云，妈咪下午有事出去一下，你们在家乖乖等我。嗯，好的，妈咪。妈咪，我和弟弟会乖乖的，你不用着急回来。六年前，我跟他就是在深月酒店相遇的，看来他真是那晚的男人。人来了吗？肯定是他了。套主已经接近十年没有换过手机号了，他肯定就是那晚的女人。等他到了，我保证一定有个岗。把惊喜来等着。什么？他就是？算了，还是等小叔自己发现吧。喂，要是小叔知道对方就是小婶婶，肯定会很开心的。啊，我马上到。陈楠下面有出现问题，你先回去。那小，啊。那他怎么办？他现在已经进电梯了，马上就要到了。先生，先终于要见面了。
Beautiful wife, beautiful thing. 너와 얘기 여기다 사라질 때. 星辰星云都下来，弟弟快跑。星辰星云别跑，站住。哎，小叔。秦星辰。Daddy， 我都是为了你和妈咪好啊。Daddy， 对不起，我错了。Daddy， 我们只是想让小松做我们妈咪。你们就这么喜欢他是吗？喜欢到不洗刷爬蟹骗你们 Daddy。秋神妈咪已经去世了，除了秋神妈咪，我就要小松做我们的妈咪。只要能跟小松在一起 ，Daddy 你就委屈一下嘛。林星辰，我让你再也见不到他，信不信？我要不要妈妈，我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向前走。我要妈咪，我要妈咪。你们好了，小叔，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你和小沈真的好，哎，我看就让他来做星辰星云的妈咪也不错啊。求求代替了，不要亲我妈咪，让小苏做我们的妈咪。求求代替了。我真的是怕了你们。回去联系苏思雨，不要透露我的身份。告诉他，今天这是个误会。这两个小鬼送回思思雪那边去了。Daddy 万岁 ！Daddy 万岁！他不是那个女人，我为什么觉得会很失望呢？喂，抱歉，苏小姐。是我们这边搞错人了，赶紧外跑一趟。没关系的。宝宝们，你们在哪？芊芊啊，你能帮我再找个工作吗？你不是通过云水餐厅的试用期了吗？干嘛还找工作啊？我在餐厅把苏默默给打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什么？又是苏默默那个贱人？好啦，别说这些了，现在稳定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唉，有个在贝利鞋店做销售的工作。好啊，就这么说定了。艾米的家人太过分了，我们要给他撑腰。不过我们怎么给妈咪报仇呢？上次做个 daddy 和妈咪就被我们搞砸了。哎 ，daddy 送给妈咪的戒指忘记给妈咪了。等等，我有主意了。星辰、星云，你们在这里乖乖等我。等阿姨下班，就送你们回家。哥哥，上钩了吗？一切准备就绪，最后再让他送妈咪一份业绩。
宝贝，我给你准备了超级大惊喜，我希望你穿贝里家的鞋子来见我。把你们这里最贵的鞋都给我拿出来，把你们这儿最贵的鞋都给我拿出来。苏思月，你怎么在这儿？被秦三赶出家门了？这两个小拖油瓶不是秦三爷的，这就是你在外面称的野种。你要买鞋吗？不买的话出门又等，我还要工作。当然买，我现在可是在跟未来的荣城首富陈先生谈恋爱。我的陈先生帅气又多情，不但答应帮我解决苏家的危机，还今天早上派人给我送来这枚10克拉的钻戒，对我真心实意。所以我不但要买，我还要买你们这里最贵。这两双鞋是我们店里压轴的限量品，您试试。是啊，鞋只有试了才知道合不合脚，所以你不赶紧帮我换鞋？好。赝品就是赝品，包装的最好也不如正品的品质，所以你不但是苏家的假亲戚，还是秦家继父，而我不但是苏家名门千金，还是未来的荣城首富夫人。你说气不气人啊？这双鞋呢是纯手工定制，全球只有一双的，就是价格嘛，稍微贵的意思。不过您可是未来荣城首富夫人，只有这种好鞋才配得上你。这点小钱你不会在乎的，对吧？当然，只要我高兴。这双10万，那双12万。什么？什么？我再考虑考虑。你干什么？您可是未来荣城首富夫人，来我们店里试鞋，那是何等的荣幸！我肯定要犯我做条件。哟，你看，这么快就有人点赞了。呀，你不会是嫌贵不想买吧？堂堂首富夫人，这点钱都付不起。怎么会？我买，我两双都给我包起来。好嘞，刷卡还是现金？慢走，下次再来哟。yes， 两双鞋足够万人提成。星辰呢？星辰去哪儿了？他去做准备了，他要去见王总。什么？我已经到了。陈先生说他一会儿就来。默默，你真是太幸运了，我都羡慕了。谁让我魅力无边呢？陈先生今天早上就派人给我送了10克拉的钻戒。如果陈先生还是一个大帅哥的话，那你真的是人生赢家。我还没见过陈先生，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过就算他不帅，也比秦三爷那个老男人强多了吧？秦三爷他又老又丑，陈先生怎么可能比不过他？那当然不配。虽说秦三爷富可敌国，但是他毕竟丑得不能见人，还玩死了那么多女人。我们陈先生就不一样了。陈先生说今天跟我见面之后，就让我登上荣城的头版头条，让我成为荣城最幸福的女人，未来的荣城首富夫人。先不跟你说了，陈先生来了。请问你是爱斯泡沫吗？我是陈先生。你这个小野种怎么在这儿啊？
我真的是陈先生。跟我聊天的陈先生成熟稳重，是未来的荣城首富，更是万千少女心中最向往的那种男人，怎么可能是你这种小东西啊！滚开！陈先生就是我了。大姐姐，以后我就是你的人喽。你撒手！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学人家猛烈，这么小就不撒好，长大以后肯定是个祸害。你说话不算数，我们都说好了，我把戴姐送给妈咪的十克拉钻戒偷出来给你，就会好好照顾我的。现在居然不认这骗子！这不是苏家大小姐苏嬷嬷吗？没想到看着表面风光，背地里竟然骗这么小的小孩，还怂恿人家偷他父母的钻戒，真不要脸！我没有。大姐姐，我之前赚给你的钱都不要了，求求你把先生还给我。堂堂苏家大小姐，竟然连小孩的钱都骗！你撒手！你居然敢算计我！我凭什么还给你？让开！住手！住手！西晨，你没事吧？哥哥，那个坏阿姨，她没欺负你吧？苏嬷嬷，你疯了！连小孩子你都下得去手？苏思雨，是你，是你指使他的对吧？给你骗了！看来是那天挨的打不够，还是说你想看到堂堂苏家大小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秦家小少爷，苏家被灭门的头版头条了？苏思雨。你给我等着，我绝对会放过你的，我定要让你为今天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妈咪，大仇得报，这枚戒指送给你，这可是戴。小兔崽子，你吓死我了！难不成需要你给我报仇吗？我打妈咪，我错了，不能打小宝宝的屁股，请你回来救我。我再过。小林同志苏家家风不好，今天可真是长见识，戴个十克拉的钻戒到处炫耀，弄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为了钱连小孩子都骗了，长得越来越肥，真是够呛的。苏家十克拉钻戒，苏家。妈咪，我错了，新年快乐。今天我让你们两个家伙长长记性。苏子玉，是你！放开我，你疼我啊！苏子玉，你有没有良心啊你？你星辰星云对你这么好，你舍得虐待他们吗？我虐待他们？证据摆在面前。你还想狡辩？你这种贪污虚荣的女人，为了钱，什么都能忍得住。金富涵，你这个大笨蛋，快放开我！金富涵，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你接近他们，免得给你利用欺骗他们的情。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说不让我见，我就见不到了吗？我不信你试试，你看我能不能做到。啊！这个戒指是不配的。啊！明天我会让律师把林吉送过去给你。从今往后，和秦家再无瓜葛。
什么鬼啊？折腾自己秦三爷啊！放我下车，我有妈咪。大坏蛋，我要下车。够了！苏思玉到底给你们下了什么迷药？你别这么离不开她。她是我们妈咪，我们要妈咪。哼，那是做梦。梦醒了，她就不是你们的妈咪了。你胡说！妈咪有跟哥哥很像的玉佩，她就是妈咪。是什么？妈咪的玉佩跟哥哥的一模一样。星云，你告诉爹爹，你真的看见苏四爷的玉佩和哥哥一样了？我亲眼看见了。对不起，爹爹，妈咪和哥哥的玉佩是有区别的。但为了再见到妈咪，消除你跟妈咪的误会，我只能先骗你了。她真的是我们的亲生妈咪。爹地，我的玉佩还在妈咪家里，他去找玉佩，跟妈咪的玉佩对比下不就好了吗？去远一小区，快！难道他真是那个女人？狗男人，每次碰见他都没好事。我妈呢？真逗！我以后应该很难再看到新城的新人，他乖巧了。算了，三爷会照顾好他们的，我还是先照顾到自己的孩子吧。是玉佩，怎么上面的字摸起来是苏？喂，苏子月，你想知道那三个小野种的下落吗？乖乖来南雅会所见我。苏，你什么意思啊？喂。小亮新开业，欢迎品尝，欢迎购买。喂，你好，我们现在新店开业有免费试吃活动。不用了，谢谢。嗯，帮帮忙了，不会耽误您太久的。好吃，开大吉。苏梦梦呢？我孩子们在哪儿？就是苏子月。对。别急嘛，先坐下跟我喝两杯。苏梦梦是骗我的，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孩子的心。我不知道你还在，不过我们早该说了，只要你伺候我们哥俩舒服了。就让我们找个孩子。你们是一伙的。没错，我喜欢。今天你走不了了。妈咪这个点早就下班了。妈咪危险，妈咪不可能连东西掉在地上都不收拾的。是我误会他了，他真是。找到了。阿星，走。好，我还没有找到孩子，一定要逃出去。大哥，没事吧，大哥？你把我给我转起来！你不要我！别我呀！别我！我乱干什么？注意！这样，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放开我！我是你放了，我可是什么？钱夫人，托人得罪了秦家，又是个弃妇，你是痛我不可，我不去。苏慈月敢跟我斗，谁也救不了。还是俺秦简你有账，看以后苏慈月还怎么抬头做人。苏慈月这辈子只会被我踩在脚下。默默，你开心就好。苏慈月呀、啊，苏慈月，要怪就怪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又碰上了苏默默这么个愣头青，根本不用我出手就能轻松解决。该说我了，放开我，滚开！滚开！姐，都生过孩子了，还在这装什么贞洁烈女啊？我看你还是乖乖躺下，能少吃点苦头，不然有你受的。大哥，一起上！你小子会玩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滚开！滚开！救命！救命！住手！住手！啊！你谁呀、啊？啊！没事，大哥，注意点。我们也是拿钱办事，您打扰小人，我饶为命吧。你没事吧？如果他是三爷就行。苏子月，醒醒！苏子月，三爷，夫人身上都是一些皮肉伤，三天还没有苏醒，恐怕是和他身体内的药物有关。等药物代谢完了，他自然也就醒。妈咪。妈咪，你醒啦！醒，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都没事吧？你怎么在这儿？我跟你说，孩子们都在这儿，你别乱来。那你怎么来了？真的？你说他是你们的 daddy， 你是秦三爷？怎么？是我以为我是司机，和东家夫人不清楚，以为我结婚了，老婆不是你。离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该好好聊聊？妈咪，妈咪！喂，苏子月。三爷，夫人身体并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妈咪，你还疼吗？臭呆子，每次都欺负妈咪，一点都不疼了。妈咪，你不能说谎，你要给小朋友做榜样。真的不疼了，放心吧。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三爷，是我老公。晨晨，妈咪就不疼了。真好，我不用离婚了，更没有得罪秦家。如果他们……就是我的孩子，该多好。苏思月，你是不是会预备？妈咪是有怀孕配。我孕配呢？你们看到我孕配在哪儿吗？妈咪，你进医院就没带孕配呀？孕配长什么样？我来帮你找。你想见那块玉佩吗？那块玉佩对你什么特殊意义？我和三爷才刚解除误会。还不清楚秦家能不能接受我有孩子的事情，算了，还是先别打草惊蛇了。没有，那就是灵隐庙学的普通平安玉佩。真的？我明明记得妈咪的玉佩是定制款呢。算了，反正跟星辰的那块玉佩也不一样，还是不要告诉你。难道丢在会所了？爷爷回国了，在家等你。苏家的人也在，
什么？你行道也在？那苏振怎么会？不着急，等你病养好伤了，我们再去。苏子玉六年前给男人鬼混，生下野种，丢了我们苏家的脸。现在既连你秦家的脸面也不顾，又四处勾引男人。嬷嬷，苏子玉早都被赶出苏家了，那是他的个人行为，不能让我们整个苏家陪葬呀！你可得为我们做主。什么？六年前他生过孩子，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没人告诉我。爷爷，是谁惹你生气了？我让黛玉教训他。喂，坐。苏慈月，你真是不要脸，拿着秦家的钱在外面包养小白脸，竟然还敢把人带到家里来，你真是不知羞耻。你是真没见过三爷？不对啊，你之前不是还找他告状？苏家人禁止亲戚事情，我吩咐。什么？原来是你搞的鬼！你在秦氏上班？秦伯伯，你看见了吧？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他竟然敢！像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进秦家。小小的年纪就跑出去和男人鬼混，现在还敢连着我们苏家，你这羞耻的东西，还不认错？你闭嘴！听见了吗？老爷子让我闭嘴！看吧，你惹怒了秦伯伯，秦伯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是让你们两个闭嘴。当我老糊涂，我不相信我自己的儿媳妇会相信你们这两个外人。什么儿媳妇儿？臭小子，你老婆在你眼皮子底下被人欺负了，你是干嘛吃的？爸，那两个混混我已经派去处理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我现在马上派人把抓回来。混蛋，你瞎说什么呢？你是总裁，不是街头小混混。再说了，月有头，债有主，这个仇我替我儿媳妇报。爸，爸，什么？你就是秦三爷？不可能！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对不对？你早就算计好了，代替我家这秦家，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明明是你自己嫌弃三爷又老又丑的，还逼我嫁给秦家，甚至不惜让我跟苏家断绝关系。蠢女人，放开我妈咪！黛玉的传人都是我传出去的，跟妈咪无关。哼，偷鸡不成蚀把米。不是这样的，三爷。你相信我，都是苏子月算计我，我才是苏家的大小姐，是他抢走了属于我和你的婚事。滚！这个雄心豹子胆，敢诋毁我们秦家人。他算什么秦家人？他就是一个生过野种的脏女人，根本就不配做秦夫人。应该跟你结婚的是我，我才应该是秦夫人。不！四妹爷，秦老爷子是嬷嬷不懂事，一时不知道轻重，求求你们高抬贵手。你归错人了。月月，我们是亲妹子，你知道他是跟你闹着玩吗？再说也没有出大事，你快跟三爷说说，放了你妹妹吧。啊，现在知道他是我妹妹，当初他找人毁我清白的事怎么不知道我是他姐姐？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这个贱人不让我女儿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我打死你！老婆，这个小白眼狼要送咱亲生女儿去吃牢饭，你快想想办法呀！我不想坐牢，你快救救我！是，你这个蠢货！我让你带着女儿来求秦家原谅，让秦家饶了苏氏，你倒好。
管秦夫人叫白眼狼，还有你，自从你回家之后，苏家就给你闹得鸡犬不宁，我已经什么你了，剩下你的朋友。三爷，他们母女俩做的事我是真不知道呀。啊，三爷，我现在就和这个蠢货离婚，要抓你抓他们，千万别抓我呀，三爷。有脸的跟我离婚？别忘了，当初你一穷二白的时候，是谁给你的钱让你做生意的？你这个臭婆娘，要不是因为你那点臭钱，谁愿意娶你这个泼妇？完了，都完了！别让，把这几个人给我揪出去，看看我的眼！三爷，我不会放了你！三爷，这事跟我没关系，饶了苏家吧，三爷！三爷！三爷！算你二十分了，来，让我好好看看。爸。哎，好。这张卡里存了一点的心意，你一定得收啊！别嫌弃，以后啊，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别想着还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撑腰。一点点，属下。谢谢爸，为了庆祝我们一家人团聚，尽管无心的请客。好。哎，你离手不方便，我来帮忙。像，太像了，是模样，是眼睛，简直和我的两个小孙子是一模一样。爸，说什么呢？刚才苏家人说，月月六年前生过孩子，三老太，你怀疑他是？湘云姓陈，今年六岁，月月六年前生过孩子，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管家，我马上去安排 DNA。喂，你好，我之前联系过你们的，在南阳会所对玉佩那个。所有工作人员都找了，没人找到啊。麻烦你。好不好，妈妈连你们唯一的念想都要没了。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最近有点累。是不是星云和星辰那两个臭小子又在背后说话？没有，我只是最近有点累。你放心，以后有秦家在绝对没人敢欺负。苏嬷嬷在警察局把所有罪都认了，他还交代了找那两个小部分的主意是谢婉琴。他谢婉琴？如今派人去查，绝对不用。谢婉琴跟我的，我亲自解决。谢婉琴，苏子月，你怎么在这儿？苏子月，你是不是疯了？你快放开我！疯的人是你。六年前你为了资源毁我清白，如今我又是哪里招惹到了你？你还想用同样的手段毁了我？招惹？我对付你还需要理由吗？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了。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你自诩比我高人，是上流社会的人。如果当年不是我遭了算计，你绝无上位的机会。当年你自立平平，而我身受各大的危机。你害怕，害怕他的一切化为平地，你就是个庸碌的人，一辈子的失败者。你才是失败者！你六年前被人搞大肚子的时候，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现在玉佩也丢了。是你，玉佩在哪儿？放给我！扔了。忘了告诉你，其实你的两个孩子都还活着。看你怎么找孩子！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苏子月这辈子不想知道你的孩子在。喂，我要见你。好，老地方见。玉佩我拿到了，但是计划失败了，
苏慈月跟三爷根本就没离婚，苏慈月还被三爷给救了，现在连秦老爷子也背锅，认可苏慈月这个儿媳妇了。废物，这点事都做不好，都怪苏沫沫。你说现在苏慈月和三爷关系那么好，他们会不会发现六年前的事？什么六年前？六年前秦墨涵的女儿是我，苏慈月的孩子早就死了。我告诉你，只要你不说，就没人知道当年的事情。可是我已经说漏嘴了，苏慈月知道孩子还活着，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但是看在这么多年我替你做事的份上，你救救我好不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好不好？该我不负责。姐姐，我的孩子们真的还活着？你的意思是向婉晴带走了你的孩子？可他为什么阻止？不是向婉晴，不然他不会隔了这么多年才说出来。但这个事情一定跟他有关。那会是谁？我想起来了，火灾发生没多久，有一伙自称孩子父亲朋友的人来医院找过医生。不过这事儿我也曾经确实说过，孩子父亲从未露过面，加上当时你的情绪又很不稳定，整天鬼混状态，所以这个事儿我曾经跟你提过。你说会不会是他？不行，你人会保，你帮我找找那个男人好不好？孩子一定是被他带走了。所以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可是这事过去这么久了，医院跟酒店的监控应该都已经查不到了，你想想关于那个男人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线索。那男人后面有的疤，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那天早上我鞋子满地穿就跑走了，更别提光着来。哎，你别急，我先顺着这条线索帮你找找。这肌肉，这身材，这张脸，不哭了。三爷。你要吃饭？喝水。那要不你早点休息，我去做。哦，这东西没拿吗？我啊！这一笨死了，上哪逼东他？多好的撩妹机会呀、啊！看来呆弟的幸福还得靠我们呢。妈咪，我想跟你一起睡。先上星云，自己回到学校去，别给别人添麻烦。哦，没有没有，他们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给我添麻烦呢？那我陪他们去儿童房睡啊。爹地，我也想让你陪我们一起睡。你们两个小鬼又耍什么小花招？三弟最好了，看看哪个宝宝最听话，先闭上眼睛。从前啊，有三只小猪，一只叫小白。那你妈咪老早还会抱在一起，感情才会升温。那你我老抱抱我。他现在正在入梦，这一起像是做梦一样。他后腰也有道疤，
你上次喝醉酒占了便宜，这次光明正大的恶心。我没有，放开我，放开我！三弟叔叔得了便宜不卖乖，怪不得越来越妈咪不开心。就是要不是我和哥哥聪明，你早就变成捣鼓户了。先生心语，我问你们，最近是不是太吵？是我们错了。还没有找到宝宝们，倒是先给他们找到了后爸。要是他们是我的孩子们就好了，可惜我生的是三胞胎。我点击社畜，你们两个小机灵鬼起来给我吃早餐。嗯，喂，夫人，你喝我茶的事儿有线索了。我找到了那天酒店值班的前台，他说你住的那间是被一名富商常年租下来的，他们也没见过，只知道那个人姓秦。姓秦？葛龙城就一户人家姓秦啊？他后腰也有道疤。倾城、星云，你们先吃早饭，妈咪找你爹爹有事情。这份 DNA 是我亲自取样，应该很完整。除过医生，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手。三爷，三爷，我有话跟你说。正好，我有东西听你的，我们一起看吧。万恒哥，你回来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你所见，六年前和你发生关系的那个女的是……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什么身份你自己不清楚？我什么身份？秦家养女。六年前，我本意想要嫁给你的时候，就被秦老爷子赶出了家。你说让我，你们秦家看不上我的出身，最后你还是栽在了我手里。你一定很爱你的小娇妻，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应该很期待那晚的你是他。他不是我，更不是星族星云和星光的母亲。你这次到底是缺钱缺多少？莫寒哥，六年前给你下药，找媒体曝光你，逼你娶我是我的错。你从小在贫民窟长大，要不是秦家，我早就不知道饿死在哪。秦家给了我好的物质，好的教育，是我的主子。可是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六年，你都没有回来看过星辰和星云一次，你根本不配做他们妈妈。还有，我现在已经结婚，苏子玉才是孩子们的妈妈。多年的火灾那么大，我才生完孩子。我就只能救出来星光一个，我还落了一身的病根，等你上个月才算痊愈。莫寒哥，你就算不相信我，也要为星光考虑啊，她也是你的女儿，难道你就忍心她和星辰星云分开吗？你走吧，星光的抚养权我会让律师联系。我什么声音都听不见，爹地和亲生妈咪在讲什么悄悄话，还能说什么？不去豪门带球跑那点事情呗。妈咪，你是不是担心带几个亲生妈咪在一起啊？在一起就在一起呗，渣男渣妈，我死。妈咪，等我长大娶你，我可不可以像丹迪见一个爱一个。别说了，你敢？爸，别救我吧！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了！我秦家没你这个女儿，你当真确定
这几个孩子是你生的。他真是星辰星云的亲妈？也对，那么的男人怎么可能是凡人？秦三爷的孩子更有可能不是我的爸爸。够了！这从哪弄来的检测报告，就想得到我秦家的承认？做梦！爸，秦先生，您说我只有 DNA 报告了，我这里还有一枚玉佩，和我当年留给星辰的是一对。这是我的玉佩。这是我的玉佩。说什么？你有这样的玉佩？我见过妈咪的玉佩，就长这样，上面也有个数字。那面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亲生妈咪。我的名字里有苏字，这枚玉佩上有我的字，很正常。既然苏小姐也有这样的玉佩，那就拿出来对比一下，看看谁的和星辰的能匹配上。我的玉佩在南养会所弄丢了，但我保证这枚玉佩跟我的妹妹真的一模一样。我苏四月小姐，你前几天让我们帮忙找的玉佩我们找到了，照片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您核对一下是不是您的玉佩。真是我的玉佩，我跟星辰星云终究没有缘分。看来苏小姐的玉佩和这枚只是长得像而已。星辰，把你的玉佩给妈咪看看行吗？爱情之梦。这下可以证明我就是孩子们的亲生母亲了吧？说吧，是怎么事情？我这次回来只是想尽到母亲的应尽的责任，我要留在秦家好好的陪陪星辰星云。不行，我不同意。莫寒哥，你难道连一个母亲最低的请求都不肯给我吗？我只是想弥补对星辰星云的爱。住进秦家，三个孩子一起养。爸，别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谢谢爸。拿着玉佩。联系苏慈月，说他的玉佩找到了，办好了，这些钱都归你。三，你根本就没吃饭呀！简直狡猾的老鼠，想来做鸡蛋了。好了，我们今天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让我看看谁最乖、最听话。好了。刚才唱好看。我们听讲故事的为什么不是小苏妈咪？肯定是亲生妈咪需要表现，不让小苏来的。好，我还是更喜欢小苏妈咪。来了怎么不进去啊？平时都是我给星辰星云讲睡前故事的，我刚才看你们聊得挺开心的，就没忍心打扰你们。孩子们到了睡觉的点，还没准。没叫你是因为再也认不上你，毕竟他们的亲生母亲。你们刚团聚我理解，不介意你们多相处一下。我想我说的还是不太明白，这次我回秦家要的不单单是孩子们，还有莫寒哥和秦家太太的位置。可据我观察，三爷一丁点喜欢你的苗头都没有，我的强求你恐怕太好笑。好啊，那我们就比比看，看看谁才是真的。
你去哪？孩子亲生母亲都找上门了，人家奔着你来的，我去哪？我跟你同地儿的。子月，别闹！放开我！弄疼我！放开我！我不放，放手！谁是你了？我才不要身边莺莺燕燕一大堆的男人！我向你保证，我心里没有别人，我们已经结婚了，这辈子不会和你分开。帮我查个人，秦叔。新城星云星官，早餐时间到了，但你们呀得做一个小小的选择，你们是吃妈咪做的饭，还是吃和外人做的饭？你们想吃谁做的都可以。不用拘束。看吧，孩子永远都会选择自己的母亲。我最讨厌的就是西餐了，早就吃腻了。难怪大早上就让我反胃的味儿。快关门，这种快餐怎么能当饭吃？慢点喝，别噎着了，没人跟你们抢。老婆，给我一生果。姐，以为你赢了，别着急，好戏还在后面呢。都是他。怎么了？你听说？我送青云。别怕，妈咪在，妈咪说的送你去医院。星光花生过敏，你这还没帮我粥干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孩子不长心。秦苏说的对，我只是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子月，当年那个男人找到了。六年前那晚在深月酒店，真的是那个。跟我的玉佩一样，可这个小朋友的身形怎么和星光那么像？放心吧，我是不会骗你的。柯文化是你朋友找的，我没有理由骗你。孩子们呢？他们在哪儿？子月，你别急，我当年到医院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大。所有人都说你死了，我拼尽全力才把孩子们救出来。这些年我跟孩子们一直生活在国外。我的宝宝们，他们真的还活着？他们有跟你一起回来吗？我可以见见他们吗？孩子们没有跟我回来。子月，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方向，你跟我走吧，我们去国外，以后我们跟孩子们永远分开。我结婚了。当年我生意失利，被仇家算计，医院失火，也正是因为他们查到我的孩子在，而我的仇人正是秦博。什么？信不信由你，我后天就回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如果你不跟我走的话，我不可能让孩子们涉足于生产是非之地。
纯女人真好骗，这都行。这次我回秦家，要的不单单是孩子们，还有莫寒哥和秦家太太的位置。恐怕过不了多久，你就不是秦家。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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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回来？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你们怎么还没睡啊？专门等我吗？你们就不怪我让妹妹过敏了吗？妈咪是最好的妈咪，我相信妈咪。我也相信妈咪，不止我们，呆弟也相信你。妈咪不慌，呆弟要是敢欺负你，我们就把他踹了，换个好的。我害了星光，不配做鸟。谁给你生的孩子，这不是去。这件事情我知道不是你的，我把星光送到医院之后，我立马赶回来安慰你。我发誓，我一分钟都没有分担。我可以作证，呆弟为了讨好你，他买了99朵玫瑰。대답해나는뭘너에게해주면될까爹地说99朵玫瑰花就代表着爱情，就代表着爹地那你跟心情心永远在一起。妈咪我疼。连你包底的心都留不住，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这个糖给星辰星云吃了。你要是再搞砸，我要你好看。好的，妈咪。苏思月，你斗不赢我的，秦墨寒只能是我。星云，据我观察，呆弟和妈咪这几天已经和好了。真好，我就知道呆弟可以的，呆弟和妈咪会永远在一起。呆弟妈咪，星云你们不是了。医生，星云怎么样了？怎么会突然晕倒？星少爷得了急救。怎么会？星云一直这么健康。怎么会突然得这种病？医生，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治好心的命。对，白血病是不是只要合适的骨髓都能配型？是我的，我愿意配型。连我儿子配型也轮不到你吧？我才是星云的亲生母亲，这不劳烦一个外人给我儿子配型？多一个人多一份可能，实际情况也不是百分百能配上的。三爷说的对。就像三爷和星云小少爷之前做的体检来看，两者就不匹配。如果两位想配型，请说。抱歉，你们两个都不匹配。怎么会这样？还有别的办法吗？有啊，我和孟涵哥再生一个孩子，用脐带血就行。星云这么喜欢你，到头来不会连他的命都不救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秦小姐说的办法就是借用香云救星云小少爷的。我知道，谢谢医生。你确定把这药吃下就可以造成和白血病的假象？你放心，这个药国外有的是。
现在的女人为了男人真疯狂。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你说什么傻话呢？你是妈咪的孩子，是妈咪没有照顾好你，妈咪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丹迪，谁会救弟弟的，对不对？放心，我和妈咪一定会救好弟弟的。心愿还这么小，徐思远，你不能这么自私。没事吧？怎么样，摔疼没有？阿姨，你怎么不去病房呀？星云哥哥生病了，难道你不应该陪着他，让弟弟开心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阿姨陪着星云，怎么能是讨你弟弟开心？再说了，人救星云的是你们的妈咪，我该离开了。他竟然为了星云哥哥甘心放弃弟弟，他好像不是妈咪口中的坏人。好啦，快回去吧。要是你妈咪找不到你，该担心了。走吧。对不起，妈咪，我不能看你继续做坏事了。星云，感觉怎么样了？男生哥哥。哎。哎。这样的垃圾食品啊，以后别吃了，我给你削个苹果吃啊。这是我妹妹送给我的，不许丢。还得护犊子呢啊。大姐辛苦了，吃糖。谢谢星云。星云，我的呢？没有。没有啊？拿来吧你。哥哥哥，我讨厌你，丹妮，你快看他呀！莫点看，男生，什么？急性白血病？我跟他是这么解释的，医生，你搞清楚，我前天刚体检，我健健康康的，医生我就急性白血病了。我都说是他指使我用的那些吃了能形成白血病假象的药，小明少爷也吃了那个药。什么？妈的，不是你想的，你给我解释好不好？秦叔，没想到屋子吵到这个，竟然连孩子都放。我。少爷，不好了，少夫人的东西都不见了，我们都找遍了，根本找不到少夫人。除此之外，我发现之前夫人和小少爷们的 DNA 检测上显示，夫人就是他们的亲生母亲。夫人就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你走吧，我是看在你是孩子的母亲份上，今天的事情我可以过问不去。嗯，我是孩子的母亲。慕寒哥，我就知道你的心里还有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你别走啊你！小叔，你就这样放过他了？苏子月失踪了。我怀跟他有关系。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盯紧心苏。这是哪儿啊？放开我！醒了？是你，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无冤无仇？只要有你在，慕寒哥就不属于我，必须死。
丧心病狂。那又怎么样？只要能得到莫寒阁，让我做什么都行。哦，对了，在你临死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其实六年前与莫寒阁生孩子的不是我，是你。他们是我的孩子，你放开我！你害我跟宝宝们分开这么久，我不会放过你。就凭你，你还是先想想自己，舍不得生你。我警告你们，我是邢家少夫人，邢家不会放过你们的。莫寒哥是不会怪你。苏子月，麻烦认命。走。莫寒哥，你。秦墨，你利用我？你真的以为玉云是他？看好他，别让他跑了。我已经在地底下埋了炸弹，你们等等，你们就一起死。秦墨寒，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喜欢温柔的女人，我就温柔给你看。你喜欢孩子，我就把苏慈月的孩子抢来。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就看不见我？你想把我留下，那就让其他人走。你也是吧，三爷。六年前没有能把你救下，这一次出去等我。听话，我说他可以走了吗？怎么了？怎么了？你要是敢出事，我就带着宝宝们改嫁，让他们叫别人爸爸，再也想不起你。王涛，什么？我们三个都拿到了国外顶级学院的录取通知哟。真棒，宝宝们太优秀了，像你们的 daddy。 我们像你妈咪也是最厉害的，你一个人照顾我们太辛苦了。我 daddy 他臭小子，我刚出差回来一周，怎么跟你说的我好像死了一样？我又在背后造我谣，老子今天不揍死你！我跟你姓。